辑的代言人，在今天一样是美美出席的，准备好了吗？一起来大声呼喊，欢迎代言人田馥甄！来来来来，把这个焦点放上舞台的右手边。最左边有很多的电子媒体朋友，也辛苦他们啦。好，来，美照拍摄时间，给大家最好喝的喉咙优饮，白葡萄口味。今天是我们这一场的非常别开生面的微醉生日派对 ，dress code 就是非常舒心的绿色。好，哪边需要在那个拍拍媒体的照片，麻烦给我们点声音好不好？来，中间。看一下脚的中间，好 ，OK 吗？可以吗？大家也在了吗？好喽，那我先请 Hebe， 我们请这个先收一下产品，帮 Hebe 上一下麦克风。嗨，来交换一下，交换一下。啊 ，Hebe 你好。嗨，阿坤，各位现场的朋友们，还有媒体朋友们，大家午安。哎，所以距离去年我们办这个派对又一年了，哎，好快哦！去年在祭典啊，对，感觉上又快了，又过了快一年了，对，夏天的时候，你又长大不少了哦。没有啊，有没有感觉？真的哦。对。不过我觉得那个 Hebe 真的蛮厉害的耶，因为我刚刚又算了一下，你跟这个活络优衣的代言是今年又迈入第几年？第七年。七年哎，我觉得你代言的品牌都很有眼光，谢谢大家。因为就是同好嘛，我也是喜欢他为最的人，所以我不代言，我也不知道是一拍即合就对了。对，我觉得每一个厂牌都在 PK 耶，大家会 PK 说我们要跟田馥甄争取就是最强代言，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所以他们都在继续的 PK 当中哎。对，我也继续的努力。对对对对对，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我最新的心头好，白葡萄口味。所以要先问一下，一比厂商这么喜欢你，这么照顾你，你有抢先喝过白葡萄口味？当然当然，其实我在拍摄那一天就已经喝到了。然后我最喜欢的就是微醉，除了它的口感调配的非常好之外，没有最喜欢的是微醉的感觉。第二是最喜欢微醉调配恰好的滋味，然后我还很喜欢微醉的包装，好漂亮，包装设计真的每一次都会让我觉得很想要把那些空罐收藏起来，就是在家里面自己堆成一座101，对，就是 OK 了，对，就是一种疗愈的行为，真的，然后就是下课下班，可以喝一点微醉放松一下，但是你在看到你的瓶身的设计的时候，也是非常疗愈的，就让你很舒心，觉得很可爱。对呀、啊，所以这个白葡萄我刚才在外面有试喝哎，喜不喜欢？果香超级浓的，对，果香它就是酸酸甜甜很自然的果香，然后微微的气泡，让你觉得很舒服。夏天喝起来感觉就是清爽，我觉得春天喝起来。也很好，一年四季都很适合微醉啦。是，对呀、啊，就是你刚刚这个已经提到过抢先试饮的这个微醉。不过我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哦，这个微醉的最新白葡萄口味呢，现在是这个3月27号，在 Seven 的全家抢先通路上架。对，然后呢，4月就是这个所有的地方都会铺天盖地可以喝到微醉的白葡萄口味。错，所以在3月27号。在我的生日前三天，你就可以提前帮我庆生一下。好，各位就帮忙寿星冲一下销量好不好？好、哦，就是提前三天就开始庆祝。可以的，他每天都微醉。对对对。对呀、啊，哎，那你个人这个微醉的时机会选在什么时候？比如说白天，还是午间，还是假日的时候？我还有意思说。说。我当然就是工作前一天。还蛮适合微醉一下，然后工作当天，因为我现在也都已经想要拍一点，然后结束之后觉得哇，好放松，轻松哎，好像也越来越哦，是哦，因为其实它
的酒精含量非常的低，它就是微醉，所以不会让我误事。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对呀、啊，所以呢，这个只要自己这个有这个盏啊，对，每天呢稍微呢任何时候来微醉一下，一个人也 OK。对，三五好友也适合。对，家人啊聚餐啊也都是一个很棒的场合，没错，对不对？对呀、啊，所以呢，今天这个机会难得啦，我们刚提到过，在楼下那一楼有一个可爱的微醉小一栋。明天开始是3月24日那天，到月底为止，还有2个周末。所以呢，这个三天的假期当中，假日当中有个抢先试饮活动，大家去楼下这个微醉小屋呢，记得拍照打卡，上传到你个人的脸书，然后呢 ，#重要的关键字就是“Auto Yogi 微醉白虎桃生日快乐”，生日快乐，黑啦黑啦。然后呢，前面50位有穿这个绿色配件，是就可以获得一瓶。绿色的，就只要有一点点绝色的东西，对，有绿色的，像今天大家一样，就可以。但记得让那个怎样社工开，地球要打开，地球要打开，这很聪明。这是我们这个第一咒，第一重咒送给大家这个好味的葡萄口味。第二咒就是明天、今天、明天，还有呢下个礼拜的周六跟周日4个假期呢，只要大家来到现场一样拍照打卡，上传 #。葡萄生日快乐！对，葡萄生日快乐，葡萄生日快乐，一样就可以获得可爱的白葡萄气球，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好嘞，来到了第三座哦，三重座，一下好了，对。有人笑哎，哇，你好狠哦！好，三重座第三座，好棒哦！即日起到3月底之前啊，9天的展期呢，一样来这边拍照打卡，上传 #。我也好多人以为最白骨堂生日快乐，当然了、然后就有机会的参加抽奖。4月3日会公开抽出5位的得主，可以获得一箱。哇塞，要不要邀我一起去喝到一箱？好啊，那你可以邀，那我们先喝去。邀请是一回事，会不会来不知道。对，这就是个人生。你好奸诈哦。就那个庆生三重奏，为什么主持人说代言人奸诈？所以怎么样？你现在知道那个反面的意思吗？喜欢当主持人，对，是不是？就是很有默契的感觉。因为我已经微醉了，现在我们就很嗨啊，每天都很嗨。好，所以呢，这个生日惊喜三重奏讲完的时候呢，今天也要请你放下身段，放下藕包。藕包是什么？能吃吗？跟我们几位可爱的粉丝进行一个互动的时间，哇，最喜欢了，可以哦，没问题哦。那你们要把藕包放下。其实我觉得啊，跟女朋友的藕包比我重100倍。真的吗？你有资格讲别人？我刚在后台，然后你就是企图想要炒热气氛，他们呼喊我的名字，他们就是天，藕包很重哎，声音真的很弱小。对呀、啊，你要对他们，你出来不一样哦。算了，不要先 Q 完，等等就会更丢脸。你会想挑战吗？不要，不要吗？然后微笑的感觉呢？他们想要。你知道热恋是什么吗？热恋是什么吗？就是失去你本来的 key， 你本来讲话可能是这个 key， 但是你要失去那个 key， 对，更低或更高或是之类的，好不好？好好。然后音量，对，得要失控。好。然后吼出什么？就是吼出，田馥甄我爱你。可以吗？好，这要玩 Q 吗？进来，好漂亮！哈哈哈哈哈！等一下，等一下，先围着他，放一下点罐头掌声跟笑声，好不好？好，来来，好了，来啦，围住你的心情吧。1、2、3，你就说，田馥甄，欢迎。就是说 ，Kiki 失去控制。好，来，1、2，忘了哦。就是又期待又怕受伤害，对不对？对，好，各位给剧情的期待，来。1、2、3，田馥甄，我爱你。可以吗？可以吗？好啦，好啦。所以不满意，但可以接受。没有，我真的很满意，因为他们的佛性已经，今天算是超越自我了。对，应该是已经有微醉了。是，等一下去门口再多喝几杯微醉。OK， 所以呢，伊米这边就要麻烦你帮我们抽出6位的幸运粉丝。他们刚才进场前都有这个拿到微醉生日卡片，上面都写下了一些祝福的话。那请你抽出6位之余呢？510，在不在啊？芊芊，芊芊，好，芊芊来，赶快。我
谢谢来到主手边集合，来第二位。这个是石峰明，阿斌，明明，好，他说生日快乐，开心为最。好，来，明明，一样到左手边集合，这是我们第三位。这个是贾玉涵，好，涵，更加双手，在哪里？小涵，有，来，小涵来了。他说还有一周就是Hebe生日喽、哦，那就祝喝了摇一白葡萄和女神Hebe都生日快乐吧。耶、yeah, ！P.S. 演妈妈的五专，那不就是演妈妈的等着我的第五张专辑？哦，演妈妈的五专啊！哦，关键字，好来，第五张专辑。好了，各位 ，Happy Birthday！ 这个是王心怡给我的生日祝福，是小王心怡，小怡来，你好，看起来很害羞，你要帮我放开。不知道，小怡也是演妈妈的五专。这个是王景琦，的欢呼声比我快，比我大。他说 ：“Hebe 代言的维醉，生日快乐，一起喝到80岁吧。”哦，真可以跟你合照吗？如果你的游戏玩的获胜者的话，就可以合照。好，来，如果你玩的差强人意，就不见，就随便了哈，不见得有机会。哎，应该还有一位，是不是？还有最后一位。第六位的幸运粉丝，如果想要被田馥甄抽中，赶快叫他的名字啊！田馥甄，为罪，很会找代言人。三月也是馥甄生日，白葡萄生日快乐，李爱玲。好，答对。胖塔四个字。
酒后不开车，安全有保障。掌声鼓励，谢谢。对，那我们这组是能够有那个，对的，刚刚工作人员回报啦。B 组是六题，恭喜 B 组胜出。超机灵的，超机灵的，而且我发现我好像很激动，因为我一开始跟我的 partner 讲好，我们一人要讲一集，可是后来我就一直在同时在讲，对，所以得胜的感觉怎么样？什么季节？秋天。我真的是苍天哦。而且他讲秋天讲得好顺哦，就是不假思索的秋天啊。好，那不管怎么样呢，恭喜你们胜出，好不好？那个 A team 啊，他们虽然一题之差落败，但没有关系。A 组也请台上请，好不好？我们 Hebe 都有帮大家准备了小礼物，所以台上进行颁奖时间。好的，那我先颁给，当然，也先给那个落败者。来，恭喜一人一袋礼物，里面是这个喉咙优里的白葡萄口味，要给大家看一下吗？要。有一瓶，介绍一下。先试一下，对，而且有一个是你签名款嘛，签名签名品，对对对，哦，哎，哎，
对，你等下要签名哦。对，留一个位置给他。所以大家差不多了吗？还是要继续再装点一下下？可以了吧？好，代言人喊停了就算了，来继续继续，代言人继续，把它塞好塞满，装好装满，让这个欧乐优里的白葡萄晋升蛋糕呢，充满了世上独一无二最佳的风情。好 ，OK， 哦，哎，哇，结婚典礼动作真的很迅雷不及掩耳，哎，你什么时候放去的？一瞬间你就放了，啊，哦，棉花糖刚站起来感觉是蛮美的哦。我觉得田馥甄他的好胜心很强哎，他刚刚全身上下都充满了我不想输的斗志，姐不能输。好，哎，不错哎，蛮美的耶。旁边的已经开始在旁边傻傻看，说现在是怎样？对对对，这样很顺哦。你是打算放到他没有毛系统是不是？好，所以差不多了吗 ？OK， 请停手。觉得怎么样？来，田馥甄，给自己的这个我们的团体合作稍微的奖励一下。我们很有心，但我们没有美感。但有心最重要，对不对？很丰富的感觉吧，很丰富。好，所以呢，要请这个 Hebe 是不是要那个代表您的群体呢，给这个我都有一个白葡萄它的诞生送上一个最好的生日祝福，祝福一下哦，祝福白葡萄，白葡萄口味，要祝什么？祝它销售长虹，祝它销售长虹，然后那个跟他自己本身一样，就这么有滋味。谢谢田馥甄的金口祝福。那等一下我们要麻烦一下这个装点小组跟 Hebe， 我们再来合照一下跟着这个蛋糕一起好不好？因为可能时尚就这么一个蛋糕。小编，我们会帮大家的把照片寄给你们，好不好？来，端，你要端吗？我要拿也可以哦，可以吗？好 ，Hebe 想要挑战一下，会不会中？可以哈、哦，好，来，那大家靠着田馥甄一点点，一起来合照一下。谢谢 ，OK， 那我们这个再次感谢我们三位可爱的粉丝，也谢谢你们呢，代表 Hebe 一起呢完成了这个围醉的白葡萄生日蛋糕，给场上的小组们掌声鼓励一下。谢谢 ，OK， 我们今天三位的白粉丝，我们就先休息一下下，谢谢。那这个蛋糕请这个公主面敬一下桌面，哇，真的耶，我发现这个蛋糕的确是。这个蛋糕你觉得要不要送给人家？不好意思，要吗？好，送给谁呢？送给接下来这位幸运儿，送给这位包容我的人，世上最幸运的男人。再来欢迎的是我们这个三得利的总经理，欢迎您。合照一下好不好？哦，来一起合照一下，那就请田馥甄生日快乐！来，两位一起合照一下。长江先生，希望那个有保那个肚皮的保险，应该没有问题啦。好的，来，长江先生代表我们的侯友宜白葡萄呢，收下了这个非常充满了心意的生日蛋糕。好，来中间麻烦两位看一下下。还有我们最左边这边，最左边，谢谢我们长江总经理，那大家和要来谢谢 Hebe 跟我们这个火罗有一个这么棒的一个合作关系，所以请这工作人员马上礼物盒，哇，送到台上来。那等一下我们会 3, 2, 1，请你们把这个礼物盒往上掀盖，我们让大家看一下，长江总经理准备什么样的 surprise 哦，那请两位一起哦。OK， 来一起来，准备现场倒数，3、2、1，请开礼物哦。OK， 看到这么这么可爱的气球，哎，我先帮总经理拿一下我们的盒子。好，那一样的，两位，我们是不是也跟这个可爱的气球，我们来拍个照好不好？小心 ，take picture together， 来看一下我们左手边的媒体朋友，可爱呢。
真的，这个气球可以让田馥甄带回家。中间看一下，当然侯友宜也是，白葡萄玫瑰是可以全部带回家。用我手边这边这个礼物盒单看一下下，好不好？好，单看一下下 ，OK， 这个应该好，这样子哈，秀一下下。好，谢谢侯友宜呢，一起来这么照顾 Hebe， 也谢谢 Hebe 呢如此喜欢我们的产品。就像刚刚说的，每一次我们的包装，我们的口味的调配都是非常非常的用心。所以这次的全新上市的白葡萄口味，希望给大家更多迷人的微醉滋味。好，右前方这边看一下下啊。好，换个角度，换个角度，这样子吗？好，也不要忘记我们这全品新一店，即日起到这个三月底为止，为期九天这个微醉小屋，欢迎大家的前去拍照打卡，可以有很多呢参加抽奖的幸运机会。好，再让这个大家捕捉一下 Hebe 的迷人风采。可以，可以。耶、yeah, ，真的，回醉的感觉是一种很舒服的状态。OK 吗？好，感谢大家，谢谢。那我们麻烦这个工作人员，请先帮个忙。工作人员有上来有玩，他们如果就这样子事情就结束了，他们会不会觉得很失望？可能会。这就是人生啊。不行，我要让他们争取。真的吗？对，你要再给他们一点点什么？你要加码呀、啊？对呀、啊，好啊，你要加码。我希望大家可以除了带着今天下午共聚一堂的美好回忆回去之外，还可以再带多一点什么呢？真的吗？多一点的你吗？拜托拜托，怎么样怎么样？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点 surprise 吗？给他们。好，那就是要请他们去摸一摸，摸哪里？摸一摸周围的周遭环境。椅子下面，摸下面，对，不知道，椅子下面，摸椅子下面嘛，他摸到了，对，大家摸一摸，有摸到什么吗？对，有摸到这个侯友宜以白葡萄提升，没有，有吗？你们都没摸到，哎呦，这个面具有哎，有哎，有，所以恭喜这些人可以怎么样？一年份吗？有人说一年份。没有，我们都可以等下呢出国的时候拿着这个得奖的这个瓶身去到门口呢兑换侯友宜以白葡萄口味沙瓦，等下就可以干杯了耶。对，等下可以直接就是回醉的回家咯。好啦，这个谢谢田馥甄你爸爸什么对你还有对回醉，在这个回醉的庆生派对上，我还是要替大家问一下乳酸什么时候会诞生。总有一天会诞生。这答案好敷衍哦。有吗？今年2019年，有没有可能啊？2019年，太难了吧？嗯，现在已经三月了，给你点压力吧。好，我尽量努力，我尽量，我就是我会努力。好，所以呢，到时候五专一诞生，演唱会也跟着进行，然后呢，我们就差不多要来一起准备，跟田馥甄迈向更美好的锦绣前程。好啦，不过呢，真的在今天的庆生派对差不多到最后了哈，我们要请这个田馥甄跟大家说一下话，好不好？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在这边分享，白葡萄的新口味，然后也可以借由侯友宜帮我们举办的这个庆生 party， 然后跟大家比较近距离的接触，因为好像有点久没有碰到大家了，很想念大家，然后希望你们都很开心，因为我也很开心。真的是，哎，不过你当时跟我说好像那个啦，舍不得你这么早就离开了。那要怎么样？对呀、啊，留下来干杯，留下来干杯啊！好啊好啊，留下来回醉一下是不是？对，还要干嘛？干杯，干一杯，敬酒。哎，我跟他们一人干一杯，什么？我们应该60杯吗？什么意思啊？可以吗？大家都输的。你真的把我们都没当成是什么？什么奇怪的场合？好啦，不管怎么样啦，我觉得Hebe今天很开心，可以跟这个我们的侯友宜白葡萄口味呢提前度过了一个庆生的派对。是，那刚提到过，其实三月份是很特别的日子嘛，有很多的巨星在这个月份诞生的啦。那你们有什么话想对巨星说的？要唱歌给他听吗？最后，在那个欢
好哦，你要写了吗？还几 key 吗？不用哦，有毛还是要毛哦。哎呦，你看看我多尴尬。我现在一个蛋糕都没，不能讲哦。来，接一下。啊，给我一瓶啊，帮我开一瓶。好了，好了，一下。你们唱我喝，好不好？祝我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干杯！干杯！祝你生日快乐！我和李白不条生日快乐，梅慕真生日快乐。想听我唱歌吗？优衣。